杯杯醇香的米酒，一声声打糍粑时的吆喝声，都彰显着畲族人庆祝元旦的热闹喜庆。嘿嘿嘿嘿嘿，走！嘿嘿嘿，走！哟，大哥们，我能试试吗？来，我行吗？行，这样我教你了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右手用劲推，左手用劲拉，他就过来了。这个糍粑的韧性就好了。一二三，哇，用劲！你们这打的挺有劲儿啊，感觉啊。是啊，我们要吃到这个香喷喷的糍粑是不容易的。你来偷艺，偷偷学艺，你也要穿我们的民族服装啊。当然，我的鸡蛋还在里边。哇，这衣服好帅啊！哎呀，穿的真帅了，是吧？那咱们就一起学一学啊，就四个脚一揪，是吧？我这怎么那么大个儿啊，我这是。你就把它压扁了。先压扁啊。压扁。好。压扁了就这样。一点点给它揉开的。对，那就是先尝一个呗。这能吃吗？能，可以了，马上就可以吃。呀，是吗？啊，尝一下。尝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没馅儿啊。没馅。那就好了。用一个小时。哎呦。哎，这豆沙馅怎么咸的呀？这个豆沙要放盐嘛。哦，你们豆沙馅放盐的是吧？跟咱们平时吃这豆沙馅还真不一样。我们家那边豆沙馅甜的，那咱们端过去给大伙分享一下吧，好吧，一块尝尝啊！来，我当这个，来，好，咱们给大伙尝尝去，走！哎，糍粑饼来喽！好东西！来来来来，尝尝！谢谢！大哥，来！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！哎呀，好！来，我再要一个！再来一个，大哥！哎呦，太好吃了！洁白香软的糯米，包裹上咸味的豆沙馅，一口下去十分满足。给拍八爷。